我老老脸不指望你，你不指望我，你指望谁？连个闺女都没有？指望俺弟。你都没儿子，你管那个样，自己都养不好啊！这一天三顿饭，我少弄一顿，他少吃一顿。你指他，你走得快一点，你。人家不好，你好。我好不好？你说的不算。盘点全网那些婆婆和儿媳妇的搞笑对话。阿姨，我来了吗？该煮饭到齐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让我滚呀！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呀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。我这还有个老太君呢。请问小孩几岁了？又怎么搞的哈？他进来才洗说提被子，我睡不着。弟勇，你这样他会占日子。你这句话啥叫意思？那怎么他早不提晚不提，俺爸一回来他毛病都出来了呢。你这还讲话没这么小的。哎呦，嘴里那个飘扬高兴的心里头。哎呦我的妈，我那高兴的心里头。妈，给你生个孙子吧。好呀好呀好呀。啊，再给你生一个孙子吧。好吧。妈，再给你生一个孙子，你要不要？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儿媳妇，吃饭啦！那你喊我一句女王吧。不喊我行吗？不行。女王吧，吃饭啦！是两个字。王吧，吃饭啦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。我妈回来了。哎，你今天去商场了吗？没去啊。你是不是把你看中的那戒指买回来了？没买呀。没买啊？我看一下你手。不是没买就是没买，我至于骗你吗？干啥呀？我看一下手。看啥？回来咋发这么大火呀？看吧看吧，有啥可看的？没买这啥？没买。妈，你给我买回来了呀！这个戒指我看了好久，一直都没舍得买，这得多贵呀！啊！啊！我娶你花了三万，啊！你陪我50年，一天隔1.64块，你还给我生了两个孙子，我老了你还要养我，我病了你还得伺候我，贵不贵？不贵不贵，一点都不贵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嘘，回来回来，胸紧着呀。哎呦，妈，你今天的菜豆子不孬呀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哪天烧的菜不按你口味去烧哈？嘘，谢谢妈妈。让我亲亲你吧，我的好妈妈。我恶心啊！我恶心！你家老头子又抽烟又喝酒，谁那么臭？你天天不还偷着亲他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到底天天那茶给我传不了，这个我就能传了。哎，其实不瞒您说，我早就料到这个结局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今天他给你准备了一套。闺蜜，我看来你俩撞了哈。哎呀，这家老陈太太，妈，这被头先给我老婆婆安排个头型。我们的是花艳的，我们的是花艳，他人的花朵最鲜艳，他人的花朵最鲜艳。自己张静手肘，哎呦，真可爱，哎呦，哎呦。别哈哈了，怎么磕着你怎么给我打吧？那为什么？行了，不要你给我打吧了。哈哈了，别哈了。谢谢阿姨。阿姨？啊、咋的？改口费到期了，让我去费啊。哎呦，俺家妻子冤枉死你！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，儿媳妇儿？吵架又吵输了？来来，先吃饭。这猪蹄你吃吧。我不要你吃，吃不了干他。我跟你说，儿媳妇儿，
刚才你们两个吵架我都听见了，你是没发挥好啊，你是没发挥好啊。吵架不得翻翻旧账，提他前女友啊，再不行连着把我回娘家。当初你公公都是这样被我干服的，当初你公公都是这样被我干服的。儿媳妇儿，吵架有点头脑冷静，思路清晰，这样才能吵赢他。先吃，吃饱了再说。妈，我已经满血复活了，我要去收拾他去了。走吧，我来看孩子，继续跟他干去。媳妇儿，加油！把媳妇把菜洗一下。我不洗，你为什么不洗？我妈从小告诉我，要我不要玩水。你现在有多少了？那你干嘛？我妈从小告诉我不要玩水。你别笑，不要看见我，我妈也从小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。哎呦我的妈！儿媳妇，上楼下去给我买个媳妇吃去。你怎么张嘴就来呀？我是声控的，你说让我干嘛干嘛去啊？你干嘛呀？你不是不想当声控的吗？我让你当初引的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引的我。妈，你干啥呢？你哪来的螺蛳粉？那刚才带娃到二宝家去玩去了，人家他家吃螺蛳粉呢，人家宁要跟我住一把。我说你把我住，你把我住，我宁没让人家住。我是俺儿媳妇，这两天就馋这一口，我给你要回来了。妈呀，妈呀，你也太好了吧，妈！我给你要回来，我给你煮，美不？好香呀！你等着，你快去等着，我马上都一会儿咱俩一起去。行行行，你快快快去等着去。啊！我要是跟那儿离婚了，你还是不是俺妈？嗯，因为啊，他孙生气了呗。没有，就是因为别吵了，都是因为他。再上点锁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老妈，谁叫我有户籍，你让他擦面了。那你自己不就水了啥家伙嘞？闺女他不回呢，那不都哄俺们逼了吗？想要给你一个答案了呀！你去这出了点差事了。哦，小林，俺爸肯定又心眼又喝酒，你还偷偷亲他，我还不嫌你现在最丑。左了，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。老公，我肚子疼，去多喝点热水。哎呦，妈，你这病啊！你这干嘛呀？疼死我了！喝点热水疼不疼？喝点热水，喝点热水还疼吗？能不疼吗？你可记住啊，你媳妇以后肚子疼，少让人家喝热水。渣男，渣男！哎呦我的妈！妈。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可多人追你了，还有个男的差点为了你想不开。谁追得快啊？结果说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年轻的时候是多人追我，不过嘞，没像你说的那么夸张。俺结果那个男的宁愿死也不跟你给一块儿。走。老了，我车的马都不会给你。现在给我走开，我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呢？咕噜咕噜去，我睡不着。我天，这才待几天，你待睡不着，我待这个睡着吗？你自己还不待，谁待的？那行，不给我待个的，那你把你二零走吧，我也不跟待。那娶我娶你不个俩呀，我的嘞！我娶你不个俩呀，我的嘞！哎呦我的妈！妈，你咋来了？三宝已经睡着了啊！我带你去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夜生活，机会难得。你别说话，那疯女子跟你真的是啊！去不去？去，我娶你。走吧，走。哎，那大董咋办？大董已经搞定了，不用大董。好，甩掉他。能喝。哦，妈，我跟你说，
说，今天我已经惹疯了。今天我的目标是把你灌醉，所以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哦。那你不用我做准备，你先把120给我叫来，我谁再不喝才是狗。妈，你慢点儿，我的妈呀，把你带出来就像脱缰的野马，完全追不上。太可惜，太可惜。妈呀，妈妈，车，快过来。哎，你现在是什么感觉？我现在是跟飞了一样的感觉，就是迫不及待。迫不及待。我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今天早上我朋友跟我说她婆婆给她转了300块钱，换季了，去让她买件新衣服穿。就她那个语气，就好像全世界就只有她婆婆疼爱她，好像我没有似的。你说我婆婆不比她婆婆强啊？啊，对呀，那我只能比她强啊。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和别的婆婆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哪？你整个人散发的这个气质和气场，就让我觉得你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这么一个人。嗯，是。可是你必须要承认，你有一个缺点，你必须要承认。我啥缺点？就是你太完美了，你这个完美，你不给人留活路啊。所以说你这么完美，你能给儿媳妇转300块钱去让她买衣服，你拿不出手的呀。啊，对呀，我是你、啊、对对对。所以你会说一句什么？我的儿媳我不宠，谁来宠？我必须的，我的儿媳妇必须我来宠。不是宠她，就是你想买啥就有人就去买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要给我去转转2000块钱，还2000呢？我你一会儿老婆婆给你转过去。那意思你这不对，你套路我钱。我没有，你钱给我转过来。你看你又在说脏话，你又在说脏话。我说多少次了？以你这种见识，还有眼界，还有心胸，你能去说脏话吗？它不符合你的什么呀？不符合你的这个身份。哎，不符合你身份。对。所以说我们不能去说脏话。哎，那你还觉得就是你疼爱儿媳妇这种行为，它是一种被骗的行为吗？你觉得它是吗？啊，不是。是不是不是？你说实话，它是不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我心甘情愿的。那当然了，那对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